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翻开经本。五班泥环，经道渐灭，人民谄萎，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悟得梵也。这是世尊呐，对我们末世啊，众生啊，谆谆的教诲。我们自己啊，就要思量，我们到底啊，功夫有没有长进？啊，信愿有没有提升？戒定慧啊，有没有进步？自己的出离心、菩提心是长进了，还是啊往后退？我们修道人啊，常常都要这样反省啊。那如果这次佛期啊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啊，譬如佛期我们是希望念佛念到功夫成片，那我们如果还是没有消息，这个就自己要痛自悔责啊！佛在这里是啊，劝导我们啊，要我们处理呀、啊，那自己不肯用功，就是出离心不强，生死心不切。那要怎么办？这段话就应当常常读一读，策励自己啊。假如这一生不能往生，那来生纵然你能再得人生，你能遇到佛法吗？啊，纵然你遇到佛法，你能遇到净土吗？纵然你再遇到净土，你能够还老实念佛吗？比这一生要强吗？纵然你生生世世都遇到净土，但是可能一世都不如一世啊。如是辗转下去，就是这里讲的，到佛法最后灭尽了，那我们就没有机会再处理了。所以这里讲五瓣泥环，经道渐灭，五就是佛自称，我要波涅盘之后，我们听到佛这么一说啊，心里都会难过，
读这些经典就如同啊面对佛一样啊，佛快要走了啊，善知识将不再是啊，那么我们将来法身慧命又寄托在哪儿呢？佛入波涅盘之后，阿难尊者啊，大慈大悲啊，结集经藏啊，优婆离尊者呢，大慈大悲结集律藏，让这些经界流传下来，做我们的导师啊，所以我们还能够啊，依止经界得度。然而，这些经典啊，从正法时代流传到相法时代，流传到末法时代，经历数千年，中间散失的不少啊。在印度，经典几乎都丧失殆尽啊，现在梵文的这些经典的残本没有多少啊，啊，有那么几部啊，在大英博物馆里供着，那属于文物啊。好像听说里头还有一部《无量寿经》的梵文的残本啊，幸好。中印的这些祖师大德把佛经传到中国来啊，中文所翻译的经典十分丰富啊，当然也只是原来的一部分而已，不可能全部都翻来啊，因为过去交通不方便，运载经典很不容易啊。你看，经典正式传到中国来的时候，在汉朝啊，汉明帝永平十年啊，是公元67年，将近2000年前。啊，摩腾和朱法兰两位尊者啊，用白马驮经驮到我们东土啊，那能驮多少呢啊，过去的经写在贝叶上啊，贝多罗树叶啊，那个树叶比较大，就像芭蕉叶一样，但是它比芭蕉叶结实啊，所以可以写很多字，然后两头啊打孔用线穿起来，这个叫做啊修多罗，修多罗就是指线啊穿起来啊，那一部经要传过来那写好多贝叶啊啊，你比如说一部《华严经》都如果写在贝叶上啊，这80卷的《华严》那要用一个卡车才能运啊，啊，那用白马你说多少匹白马才能运一部经进来，所以《华严经》也都不全啊，所以在这几千年当中丧失了很多啊，
在中国还算好，中国的老祖宗有智慧有福德，尊重文化，尊重圣贤，所以把佛法流传得非常完整啊，中文的经典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各种语言经典当中最丰富啊，大小乘的经典啊都很丰富啊，收集在大藏经里啊，有龙藏啊，这是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啊下令啊编撰啊，那近代呢有大正藏，这是比较全的啊，大正藏将来我们这里都应该请一部啊。那么越到末法经到最后啊剩下来的啊，现在仅存在大藏经里就是这么多啊，那么不可能再发现新的经典。那所剩下来的经呢，也一天一天的渐灭啊。那我们现在印刷术发达啊，印一套大藏经成本都不高啊，几万块钱应该就可以了啊。那老和尚印了一万套啊龙藏，到处分发，到处送啊，每个大学的图书馆都送啊，存起来啊，纵然万一有灾难来了，这个地方经典灭了啊，其他地方还留着啊，这个也是好方法啊。古人呢啊没有这么好的印刷术，只能是什么呢，为了保存经典，把经典刻在石头上啊，石经啊，然后埋在地底下啊，或者放在山洞里啊，这样来流传经典啊，良苦用心啊。纵然大德们这样的细心的保全经典，然而现在没有人读这个经典啊，它也会灭啊。那么经典第一部灭的是哪部经呢？楞严经啊，这是在法灭尽经里面预言的啊。法灭尽经把将来佛法欲灭的时候的情形讲得很清楚啊，啊，就跟此地讲到的差不多，此地讲得很简略啊，法灭经经就讲得很详细啊。那我们不妨可以对照看啊，此地经文说，人民谄伪，复为众恶啊，佛法将要灭的时候，人民都啊谄取虚伪啊，心不真诚啊，见到势力大的就溜须拍马啊，见到这个势力弱的就以强凌弱啊，从来不能够对人用真诚心
欺诈，不老实，甚至连对父母师长都不老实啊，都含着欺心，父为重恶啊，因为不孝不敬，心地不善，当然就做出种种恶事，然后遭感五烧五痛的果报啊，五痛是今世受，五烧是来世要受，来世是堕地狱啊，啊，酒后转聚啊，时间越久，越到末法时代的后期，啊，这个情形就转变得越剧烈。在《法灭经》经中，啊，这么说：佛在居夷罗伽国，啊，即将啊，三个月后要入波涅盘，就对诸比丘、诸菩萨，啊，这个等于是啊，准备留下遗言。啊，阿难尊者啊，向佛祈请啊，因为看到佛此时啊寂静，不说话，默然，而且不放光明啊。那么阿难就问佛呀，啊，世尊呢？一般在说法前说法后都会放光明啊，像讲这部无量寿经就是这样啊，先放光明再说，说了之后再放啊，下面一品啊，礼佛现光第38啊，就是佛给我们示现光明啊，把极乐世界都展现给我们看，把阿弥陀佛啊，都请出来，啊，让我们看到，啊，大会20000人都目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啊，这绝对是真实的。然而此时阿难尊者看到佛不讲话，又不放光，就问佛呀：“何故如此啊？”啊，啊，结果佛还是默然。阿难如是三请，啊，佛是非常的沉重，啊，然后就说，啊，我涅槃之后啊，法欲灭时，在这个忤逆的浊世，魔道兴盛，啊，魔王外道非常的兴旺，啊，现在有点这样的苗头。啊，这个各种的怪诞的学说啊，这种奇异的思想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魔作沙门坏乱五道啊，魔还有很多魔子魔孙都来出家啊，做比丘比丘尼，坏乱佛法啊，穿着俗人的服装啊，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国家啊，他们的出家人都穿西装啊，他们也搞一个袈裟啊，像一个小手绢啊，放在他西装前面的口袋里头啊，这叫大袈裟了啊，西装革履啊，只是还好还光着头啊，乐好袈裟
啊，喜欢呢披的袈裟都是很好啊，挑剔那个衣服的材质啊，喜欢五色之服，不喜欢坏色衣啊。那么饮酒啖肉啊，喝酒吃肉，杀生贪味，吃荤。你看啊，现在也有不少地方出家人啊不吃素。无有慈心更相憎忌啊，没有慈悲心，互相就嫉妒憎恨啊，见到人家啊有名门利呀，心里就非常的不舒服，嫉妒心非常重啊，不能看到人家这个啊弘法利生，法缘殊胜啊，就要把人家打压下去啊，障碍下去。那么这个时候有菩萨，有辟支佛，有罗汉啊，在这个世间精进的修德啊，对一切众生都尊敬对待啊，所以很多众生都向他学习，他平等的教化世间啊，他怜悯贫穷和老人啊，特别照顾那些穷苦的人民，恒常的以经像啊，经典佛像啊，叫人来奉事，就是奉事三宝啊，做诸功德啊，他的啊秉性啊是慈善，绝对不去恼害别人，为别人可以啊把自己身体都捐出去啊，去利济众生啊，对自己没有那个贪心，能忍辱啊，能慈和。那有这样的人出来了，众魔必求啊，就有很多的这些出家人咸共嫉之啊，都非常嫉妒他啊，那么诽谤他啊，去故意啊挑他的毛病啊，把他驱遣出僧团啊，不让他住在道场。那么自此以后呢，道场就没有人修道，所以寺庙变成空荒啊，没有人去修理啊，很多寺院道场就这样破败毁灭啊。那出家人呢，只是贪财物啊，积聚那些财宝啊，比如说喜欢啊种种的啊珍宝啊啊，这个续那些啊古玩呐 啊价值连城的这些宝物，而不去啊做福德的事业啊，例如弘法利生啊，讲经教学啊，持戒修行啊，这些都不做，甚至贩卖奴婢，耕田种植，焚烧山林，伤害众生，没有慈悲心啊。那么他就叫他这些奴仆啊，男的奴仆呢就来当比丘啊，婢女呢就来做比丘尼啊，这样他的这个寺院就像一个大家族一样啊，底下的都是佣人啊，侍奉他啊，做一个方丈啊，底下全是奴婢，但是都出家啊，这就是所谓啊变成了庙产啊，
寺院变成他自己家的庙场，啊，拿寺院呢拿来作为挣钱的一个工具，啊，在日本就有这样现象，啊，这个爷爷啊把庙传给了爸爸，爸爸把庙传给儿子，啊，这样一代一代的传，啊，也都叫比丘，啊，然后啊结婚生子，啊，就有后，啊，庙产就可以传下去，啊，这个庙呢也做一下佛事挣点钱，啊，但是最卖钱的呢，啊，就是这个墓地，啊，因为寺院呢，啊，这个土地比较大，啊，那有钱人呢他可以修墓，啊，现在啊这个死人啊有一块墓地，那可是很大福报，啊，特别像日本这么样的小国，啊，寸土寸金的，啊，所以庙就很赚钱，啊，那现在呢地可能越来越少了，于是呢就供牌位，放骨灰，啊，放骨灰盒，啊，也是一格多少钱卖。所以这里讲无有道德淫逸浊乱男女不别，啊，法快灭的时候就是这样，男女之间啊都很多的淫乱的行为，连出家人亦复如是，啊，这个男女同一个道场，啊，合住在一起，这个在戒律上是不开许的，啊，很多的啊染污啊不如法，啊，那现在啊大多数的道场也都是男女合住，啊，台湾啊香港啊乃至大陆，那外国更不用说了，啊，这个纯男众或者纯女众的道场现在都已经难得，啊，都称为是所谓持戒道场，啊，只要是纯男众道场都可以称持戒道场，啊，或者纯女众道场，啊，就叫持戒道场，啊，本来道场就该持戒，啊，不必道场前面再冠一个持戒两个字，如果不持戒那成为道场吗？啊，不能叫道场，啊，那现在呢还加个持戒的道场，就暗示还是很多道场不持戒了，啊，这都是法灭的这个状况，啊，所以道就很淡薄，啊，那么这些人啊，那么或者啊为避官府，可能就犯了罪，啊，逃到了庙里头，找一个安身之地，啊，改名换姓，啊，改头换面，啊，这比较安全，啊。外面他是通缉犯啊，他就在庙里面当和尚啊，他呢不是为了修道来出家啊，只是为了逃生啊，所以不修戒律啊，这是一种情况。当然啊，佛举一种啊，其实包括很多种，都是什么呢？出家动机不正，啊，只为混两顿饭，啊，在佛门里面，啊，可以混的日子不错，啊，甚至有的人觊觎，啊，佛门这个金忏很赚钱，啊，辛苦几年，可以在老家盖房子，啊，娶媳妇。啊，所以
为这个目的来出家。越办越近，虽明诵戒，厌倦懈怠，不欲听闻。啊，这算好的。半月半月他还诵戒啊，在道场里面参加诵戒啊，虽然名为诵戒，实际上他已经厌倦懈怠，只是搞形式啊，不欲听闻，不想听戒啊。那当然这佛制定半月诵戒都不想听了，那平常的课更不想听啊，这个厌倦懈怠打瞌睡啊，出去玩嘛、啊、很高兴啊，晚上可以到 KTV 场所啊，去那里寻求这快乐啊，但是上课嘛他就昏昏欲睡。那这个诵戒还有啊，还不至于太离谱。那现在很多道场连诵戒都不诵戒了。啊，比佛讲的这个更糟糕。啊，那就是法已经在那儿灭了。啊，佛讲啊，这个啊，有人问啊，如何叫做法住士？佛说只要半月半月诵戒，这个法不坏，这叫法住士啊。所以僧团道场半月能够诵戒，诵比丘戒，诵菩萨戒啊，沙弥诵沙弥戒啊，居士啊受了五戒也要诵五戒，受了菩萨戒可以跟僧团一起诵菩萨戒啊，如果没有道场诵戒，自己也应该自己诵，叫心念诵戒啊。诵戒前一定要忏悔清净，不能带罪诵戒。这个法啊还在，这就是正法住持的标志啊。那这个法要是没有了，那就是啊法灭经经里这里预言的啊快要灭了。快要灭了就是不想诵戒，但是还诵，只搞形式没有实质啊，他也有罪不忏悔啊，带着罪啊参加诵戒的形式啊，诵戒的时候呢打瞌睡啊，这是法欲灭时的状况。那如果连诵戒都没有了，那就法已经灭了那么经也不去读诵，不去修习啊。假设有读的人呢，也不识字句，不明白意思，光在那读，像念咒子一样啊。比如说早晚课啊，反正有些经嘛就念了啊，或者是啊做经忏佛事啊，我们三时系念啊，这里头有经。有开示，有唱诵，啊，那就是啊，搪塞一下。反正信众把钱给我了，啊，反正要给人家唱一唱，啊，那么敲打念唱啊，啊，热热闹闹的做一场，啊，让对方也感觉到好受一点，是吧？啊，收人钱财，替人消灾嘛，啊。这样来做经忏啊。那读经啊，读这些这个典籍根本不懂意思，也没人跟他讲解，自己呢也不想学习啊，不想去啊亲近善知识啊，我慢故高啊，自己只希望求名求利啊，外面呢显现出好像很有威仪的相状啊，行住坐卧啊还挺有威仪
啊，装给人家看。啊，求什么呢？求人家的赞叹、尊敬。啊，希望人来供养自己。这种心态啊，为人诵经，这就是属于邪命啊。那么经上又说啊，众魔比丘啊，命中之后啊，这些属于魔比丘啊，是魔子魔孙啊，出家人魔变命中之后呢啊，精神当堕无则地狱啊，就是他的魂他的神识要堕无则地狱，就是无间地狱，忤逆最终啊啊，就是犯忤逆罪的人堕的地狱，他也要去。换句话说，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啊，就啊罪等忤逆。因为什么呢？他是在灭法啊！从地狱中出来，恶鬼畜生弥不经历啊，都得经历恒河沙劫啊！你看这个岁月长。啊，在三恶道里面啊混了恒河沙劫，然后罪满了再出来，还生在边地没有三宝的地方。因为什么呢？他往昔啊啊不敬三宝灭法，这个罪业还有余报啊，所以以后再也遇不到佛法。这个苦就是无穷。那佛啊，这是整部《法灭经》经啊，这里头啊啊，确实讲的这个情形很值得我们呐、啊、深刻的省思。法欲灭时，女人精进恒作功德，男子懈慢呢，不用法语，眼见沙门如是粪土。无有信心啊！这佛已经料到了这个情形，法要快要灭了，就是末法时代的时候，女人很精进啊，恒常的做功德啊，她来供养三宝啊，护持道场啊，应送法宝啊，这个。做很多慈善的事业啊，自己呢诵经念佛持戒求往生都很精进啊，而男人呢懈怠散漫啊，不用法语，就是不学习啊佛法啊，这些佛言祖语都不用啊，不去落实，很懈怠啊！见到了沙门，就见到出家人，视如粪土，一点都不尊敬啊！自己贡高我慢啊，出家人都看不起，对三宝没有任何信心啊！所以你看看，佛也预言了啊，末法时代就是女人学佛精进。啊，所以你看咱们道场，啊，这个义工里面啊，大多数全是女众，啊，这就是佛预言的，啊，女众确实精进，啊，为什么呢？因为呀、啊，身为女身，她知道苦，出离心就强，所以跟佛法就相应，啊，男子呢？啊，没有女人那么苦啊，啊，所以就感觉到还不错，很傲慢，修行就懈怠，啊，所以在佛门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啊，比丘尼比比丘精进，啊，优婆夷比优婆塞精进，啊，
这个最精进的就是优婆夷了。你看咱们道场啊，我们啊法师们啊，每天在这修行啊，当然也是觉得辛苦啊，一个月得出去外面啊调解一下啊。上次呢去定光寺走一走啊，前一次呢啊还去放生，对吧？啊，但是呢我们这边的女义工啊，啊平常他们也跟着我们修学啊，那我们出去调节的时候，人家在这里静静念佛，有一天念五万的，就最少有八万的，有十一万，再加五部无量寿经一天啊，确实女人精进啊，啊这个修行公修功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得，谁精进努力修行，谁到时候往生就殊胜。法将枕墨灯耳之时，诸天泣泪，法要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诸天人都哭泣流泪，不忍心看到众生造业不敬三宝啊，本来三宝是最珍贵的啊，我们信奉三宝，依法修行，这一生就能够出离，至少可以不堕三恶道。但是现在啊，诸天天眼看到我们知道必堕三恶道，所以都流眼泪啊。那到那个时候呢，水旱不调，五谷不熟，意气流行，死亡者众，就自然灾害啊。水旱不能够调和啊，或者就是雨水太多了啊，水灾，或者就是雨水很少，干旱，反正不是干旱就是水灾啊，就风雨不调啊，所以五谷啊粮食就不能够啊这个生长的好，不熟啊，长不熟啊。那么还有很多病气流行啊，瘟疫啊，那死亡的人很多，人民很辛苦啊。那么县官济客啊，不顺道理，皆是乐乱，当官的啊，当权派就以权谋私啊，不为人民着想啊，不讲道理，那么只是思维自己的快乐啊，淫乱啊，像现在啊，我们国家反腐啊，抓了不少的贪官污吏啊，那些人呢，多半就是啊，倒在一个财一个色上，都是因为呀，不知道因果。恶人转多了啊，法灭尽的时候恶人越来越多，如海中的沙，善者呢甚少，若一若二啊，难得见到一两个善人啊。所以现在啊，你要是想要行善，想要利益众生，人家就会用怪异的眼神看着你啊，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因为大家都是自私自利，你忽然来了一个不搞自私自利的啊，为佛法为众生可以献身可以舍命，他就觉得你是个异类啊。那么劫欲禁锢啊，日夜转短，人命转出
啊，这个劫运快要到头了，啊，日月就是年头都短了，啊，人命也就短了，啊，四十就头白了，啊，一般人到四十岁就像老年人一样，头发白了，啊，男子呢短寿，女人寿长，啊，男人四五十岁就该走了。那女人呢可以活到七八九十甚至啊一百岁。啊。那为什么呢啊我们想想也就知道。因为男子纵欲啊损精啊肾乃啊先天之本。啊所以这个多欲之人必定是短命。啊，头发为什么白？血不够啊，发是血之末啊，脑供血的不足。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啊，你晚睡觉啊，你阴心重，伤肾伤脑啊，肾主脑啊，血气就亏，短命。那女人呢？啊，静静的，啊，这平均寿命啊，啊，这些是长寿的人很多，啊，那么这时候，啊，大水忽然起来，啊，淹了很多地方，啊，而且，啊，来的时候是突然来的，啊，没法预料，啊，这水灾。而世间人呢不信因果啊以为啊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啊水灾嘛是吧这是这个啊人预料不到的自然灾害。啊把那个灾难的因素归为自然啊跟他无关。啊不知道灾难都是恶行恶念感召。那么众生很多，不问豪贱啊，这个富贵的还是贫贱的，都啊溺死在水中啊，漂流，被鱼鳖所吃啊。这时候有很多菩萨、辟支佛、阿罗汉下来想帮助众生，但是很多众魔啊驱赶这些圣人啊，不让他们呢跟众生接触。比如说啊这些菩萨啊想要开示众生啊要讲经说法啊这些魔呢就来障碍啊不让你啊有这个讲法的平台啊道场都在他们手上啊那你没地方走没地方去啊那么现在还好可以用网络来讲啊，但是网络他们也在拦截障碍啊，甚至诬陷你是邪师啊，说你这个法是邪法啊，不让众生跟你走啊，希望众生都跟他们走结果啊，这些啊，三成的圣者只好入到深山啊，然后在那里啊，恬淡自守啊，自己修啊，清净心，他们得到法喜，寿命也很长啊，在山中有这些修行人啊，那么诸天来维护。啊，有一位月光的圣者啊出世，这时候啊，他来是兴旺佛法啊，他也能做到啊，把这佛法兴旺起来52年啊，
那么这52年之后佛法就开始灭啊，第一步的是灭的经是首楞严经啊，然后是波州三昧经啊，波州三昧经就是讲念佛法门啊。那么这个种念佛法门啊，是一种苦修啊，但是非常殊胜，只要修成功了啊，现前就见十方诸佛啊，所以称为啊诸佛现前三昧啊。那这部经里面讲了很多道理，无量寿经也讲到啊。那么这两部先灭啊，因为什么呢？首楞严经里讲的都是啊破魔的啊，自始至终就是破魔啊。譬如啊讲这个啊十凡显见啊，显示啊妙明真心，破你的见地上的魔啊。然后啊这个讲25圆通啊，告诉你如何修正啊。之后讲四种清净明慧啊，让你持戒，这都是破魔啊。魔就是让你啊毁坏戒法，你不持戒了啊，魔就能得逞啊。然后再讲50种阴魔啊，你在修正圆通的过程中，你会遇到种种的魔境，怎么克服，怎么突破啊。这部经典可以说是照妖镜啊，那些魔鬼照得清清楚楚啊。那这部经灭了，那魔鬼就得其便了，人们认不住他了啊。那波州三昧经呢，是叫我们呢能得念佛三昧的，得到念佛三昧，那你就是菩萨，这是最快速的法门啊。修是90天啊，90天当中不坐不卧啊，常行念佛啊。行精行就是为了克服岁欲昏沉啊。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能够啊有这种体力和毅力啊，假如能够啊在头时间啊坚持，咬着牙挺过去，十天之后你就会觉得轻松啊。那90天下来就不难，最难的前面10天，因为这是你调整身体的时候啊。身体以前是要坐要卧，现在不能坐不能卧啊，那你要有一个过程去调整啊。真正修进去了，你不会觉得累啊，一心念佛就定在佛号上啊，寄于念中得见诸佛啊。念着念着的时候，忽然诸佛境界全部现前，就你修成啊。这就是念佛三昧，在净土圣贤录里面啊，银科法师他自己过去啊有一些不好的习气啊，是什么呢？饮酒吃肉啊。结果那是宋朝，大家持戒很精严，你这天天犯戒啊，人家就说你将来就要下地狱。他听了很害怕啊，很相信因果，问怎么办啊。别人就送给他一套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就发心
闭门念佛，把疗房关起来，不吃不喝，念了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那么阿弥陀佛跟他讲，你还有阳寿十年，你好好修啊，十年之后我再来接你。英科法师说，不行啊，我的习气很重，如果再等十年，我不知道又犯多少过了啊，请你老人家现在就接我走吧。阿弥陀佛慈悲就答应他。那么佛告诉他，三天之后我来接你，给他三天时间准备。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阿弥陀佛决定不会食言啊，所以他就把房门打开了，欢天喜地跟大家讲啊，三天之后我要往生啊。大家都不相信啊，你这个人平常都不守规矩啊，不持戒啊，关起门来也不知道你干什么啊，就说阿弥陀佛就接你往生啊，好吧，反正三天也不长，看你怎么走啊。三天之后啊，他请大众生啊，这个早课改诵弥陀经啊，一般丛林都是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啊，请大家诵弥陀经念佛来送他啊，果然一起佛号不多久他就往生啊，真的三天欲知时至啊，往生的心非常坚定啊，等于是背水一战啊，不求生极乐世界那决定堕地狱啊，这样精进用功啊，而且是如法的用功啊，就专念佛号啊，其他任何境界出现都不管它啊，这里头肯定有考验啊，你平常不精进则已，一精进魔境就会现前啊，那魔境都是虚幻啊，你就掌握一个原则，一切不管，这就行，这就安全的度过魔境啊，那魔境自然消失啊，只管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把阿弥陀佛念来。那念来了，你见到佛了，你就决定可以往生啊。至于说你什么时候走，那你自己可以选择了啊。像银科和尚他寿命有十年，他可以十年之后走，这十年呢如果拿来利益众生，积功累德啊，持戒念佛，他品位会增高啊，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修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一百年啊，所以也不必急着走啊，但是你要想急着走也行啊，像银科法师啊，立刻走也行，阿弥陀佛都答应你。因为什么呢？你的业力没办法束缚你，你待业往生啊，佛力愿力大于业力，所以这经文啊，我们引用了《法灭境经》啊里面的内容来说明。啊，五伴泥环经道渐灭啊，人民禅位孰为众恶的情形。那佛在这里说，汝等转向教界，你们呐、要辗转的互相来教导劝戒，要互相啊归过啊，这个前善啊，大家在一起是同修道友啊，如果彼此见到有过失，应该以善心来规劝
啊，而不是恶意的指责。啊，用心要良善。啊，那我们听到别人规劝呢，就应当啊虚心的接受。啊，不要去起逆反的心。啊，甚至跟人辩驳。那规劝什么内容呢？要如佛经法，悟得反也。啊，一切都要如法如律。啊，佛教导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啊，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啊，现在自己没开悟，这个自己意思都是错，要用佛的意思。啊，那佛教我们好好持戒，我们就好好持戒。啊，要信愿念佛，我们就信愿念佛。啊，净土法门是末法时代啊普度众生的妙法，我们就依教奉行。不换题目。啊，这就是如佛经法。啊，不要有所违反。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会不敢为师。弥勒菩萨他是本经的后半部的当机众，在这里合掌是代表大众，也代表我们向佛白告。佛这么样苦心的教诲我们了，那我们总要有个表示，有个回应啊。这才是对老师的尊重啊。所以弥勒菩萨就说了，世人恶苦如是如是啊。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当然他很清楚这个社会的状况这个五浊恶世确实如此像佛说的那样那么也是为佛讲的做一个证明佛看到了，弥勒菩萨也看到了。那世间人呢，恶是苦的因，苦是恶的果所以如是如是，就如是因就有如是果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佛皆慈爱悉度脱之佛陀是这样的慈悲哀悯我们众生为我们讲出这个净土的大法，我们听了之后全都得度了这个得度是什么呢？可以脱离三界了，脱离十法界了入极乐世界一真法界，这种度脱才究竟那么为什么说佛给我们的这种教诲就让我们度脱呢？只要
你听了这个法门，就升起了信心，就发愿求生极乐世界，那你就得脱。现在虽然还没有去，但是你已经注定要往生。为什么呢？你已经发愿。藕益大师讲，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在阿弥陀经里有这样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经文大家很熟每天我们都诵但是诵不要太快诵太快了你不能随文入观，就变成念咒子随口划过诵咒跟诵经是不同，诵经要慢一些慢的时候你读这个文就能够有思维有观想所以读到这个经文你要升起无上的庆幸心为什么呢当你听闻了这个法门，当然听闻这个法门的标准就是你信了你发愿这是闻是经受持者，受持就是信愿持名若有信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那么你受持这部经听闻这个净土法门就相信了，相信了就发愿去，对不对？大家发愿了没有是不是这一生就愿意往生西方如果你答案是肯定的，那恭喜你，阿弥陀经这句经文就套在你头上适用，你是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那如果已经发愿的人，像过去这些已经往生的人当然都是已发愿，所以已经生那今发愿就是指今生发愿，那你今生可以往生。当发愿呢，就现在还没完全发愿将来也会发愿。你是哪些人呢？就是现在正在听经还没听懂熏习的不够还没有真正相信，所以这个愿就生不起来如果信了你肯定发愿那如果你道理明白了一定相信下莲居老居士讲，理明则信深信深呢则愿切，愿切则行转你念佛一定是转你念佛，什么都放下。那现在你行不专是因为你愿不切你又想搞这儿又想搞那一天到晚很多胡思乱想，行不专因为是愿不切。为什么愿不切？信不深。为什么信不深？理不明。那怎么才能理明啊？那就得学习深入经教要闻是经受持者，你得闻常闻佛法
常闻这个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样你才能够最后升起信愿。一旦信愿升起来了，你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主人的，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看多么殊胜！不仅是已发愿、今发愿的人不退转了，连当发愿的人也不退转。这太殊胜了！什么叫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这叫不退转。所以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已愿就已生，今发愿就今生，当发愿就是若当生，换句话说，现在你如果已经发愿了，你就注定往生。这个经文就是给你受记的，因为往生就是做佛，就是受记啊，将来成佛号妙音如来，你就可以直接承受佛给你的受记。在本经就是《无量寿经》觉证极果第22品。可以对照着刚才弥陀经的这个话来参看，你就觉得无比殊胜。经文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即系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讲的若已生，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当然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没话说。一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就圆证三不退。那这里为什么说若当生？当生就是还没往生的人。那弥陀经上说的，这个当发愿，那才是若当生。那这里讲的若当生的也是住于正定之具啊，也是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什么叫正定具？按照经论的标准，就是证得三贤位以上的菩萨才是正定之具。实信位的人还不算正定之具。还如同风中的柳絮上下飘舞，时上时下，只有三贤时住时行时回向以上才是正定之具，定在佛道上，不会再变了，就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决定决定成佛，不退转。所以你要听到这部经了，你如果真正发愿了，你就已经不退转了。这就是细节度脱，佛对我们这种大慈悲就体现在这儿。最慈悲莫过于给我们讲述净土法门，因为你只要一听懂，一相信，一发愿，就入正定局，就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你现在没有往生，但是你必定往生。因为十方诸佛都已经护念你了。你为什么能够得不退转？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因为你有十方诸佛之所护念，所以你就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那有十方诸佛护念，你肯定这一生就度脱啊。啊，纵然你现在还没听懂这个经，没关系，你种的善根就非常殊胜。啊，你只要不要怀疑它，不要毁谤它，啊，这就可以。慢慢的，你多熏习，最后你就能相信。只要相信，你一定发愿；只要发愿，你现在就证不退转。这个不是靠自己能力证，是有诸佛护念而证的，跟那个自己能力证的没什么两样。这是靠他力，现世就不退转，啊，所以必定往生。这是最殊胜的利益，啊，你就注定成佛了。而且是现世注定成佛，即身成佛，啊，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利益了。啊，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才对佛感恩戴德啊，佛恩浩大，就在此地。啊，那么纵然你听经。啊，你不仅听不懂，甚至不愿意听，啊，懈怠、懒散，啊，听经就打瞌睡，啊，到课堂里，啊，觉得这个声音就像催眠曲一样，啊，就可以呼呼大睡。纵然如此，也没关系。弥陀要解里跟我们讲，啊，不论智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闻弥陀名号或六方佛名，此经名字一经于耳，假使千万劫后，毕竟因思度脱，如闻荼毒鼓，远近皆丧，时少金刚决定不消也。啊，这里就讲到了，啊，无论你是至诚的心来听经，或者是念佛，还是散心，啊，散心就是一会儿听，一会儿就打妄想，啊，或者有心听，或者无心听，啊，现在大家听着我讲话，你能听到就是有心听，你要是听不到我现在讲的，就是无心听，啊，你心里想别的就无心听，啊，或解或不解，啊，解就是你能理解我所说的。啊，不解就根本不理解，啊，看经也看不懂，不理解，啊，就像看英文书一样，哈，反正都看不懂，啊，那没关系，只要这一句弥陀名号，你看进去了，你听入耳了，或六方佛名，我们每天诵经也是诵六方佛名，啊，或者此经的名字，啊，叫阿弥陀经，或者是无量寿经。啊，阿弥陀就是无量寿，无量寿就是阿弥陀，啊，一尊佛两个名号，所以两经是相同。啊，那么一经于耳，这个名字只要进入你的耳根，啊，或者那个文字进到眼根，假使千万劫后，都毕竟可以因这个善根种子的度脱。啊，这是金刚种子。啊，像啊，听到荼毒鼓，啊，古时候的人作战啊，在鼓上荼毒，啊，一打鼓啊，敌军就死了，听到声音就死了，啊，这比喻佛号啊，一听它就有威力，啊，这个把我们的烦恼心给杀死掉。啊，食少金刚决定不消，你吃了金刚进去，啊，给个金刚钻石给你吃，你肯定不消化，啊，纵然你尸体都坏了、烂了，啊，被火烧了，那金刚还留着，啊，这是比喻这个佛种是金刚种，啊，这是指什么呢？毕竟的度脱，这个
要千万劫后得度脱的，是你今天你没有认真听，你啊无心听，你不解义。当然你不理解就不相信，不相信就不会发愿，不发愿当然这一生不往生，但是这已经给你种下金刚种子，所以你只要来听啊，只要来念佛，对你决定是有好处啊。当然我希望大家就是这一生就能够度脱啊。那想真正度脱，这一生只要能把这个经教真搞明白了就行了，搞明白了你就行深信不疑，深信不疑就一定发愿啊，若今发愿今生，这一生就往生啊。所以啊，受佛重会不敢为师啊，弥勒菩萨代表我们想啊，今天听到佛这样重重的教化啊，这个重字也可以念成重字啊，重要的教诲啊，因重的教诲啊，都可以啊，两重意思都好啊。那最关键是不敢为师啊，不敢两个字就是啊，体现我们的养性啊，我们的感恩戴德，我们的敬佛啊，敬道。这个佛如是的说，我们不敢不信，不敢不去奉行啊。那佛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不敢不接受啊，这才是好弟子啊，二话没有啊，就一条心跟着佛走啊，老实听话啊，真干。谢谢大家。